下吧。花坛啊，伫咱中部地区有三岩二市吼，那最主要三岩伫就是咱的这个清水岩、火山岩，以及咱南投的碧山岩。二市指的是我们的这个啊龙山寺以及宝藏寺哦。那所以讲咱的这个虎山岩，伫咱的中部地区，在宗教界就有它一定的一个这个地位。那特别是讲伊家这个啊山坡地吼，那旁边呢这几年种着这个金针花，那每年的这个啊五月时阵五六月哈，会使讲金针花吼开满吼，非常的水啊，变成吼民众啊第一哦来遮拜观世音菩萨求平安，第二呢利用机会来欣赏着咱的这个金针花哈。那金针花这个啊当地也有做了一些炸金针哦，和大家试吃哈，这样你新鲜哦，马上摘下来，马上晒的炸的这个口味哈。那希望讲咱的乡亲哦有缘，那咱的这个二月。这边有礼花，那五六月的时候，这边呢，有这个所谓的金针花。那后续呢，我们在六月的时候又有这个茉莉花哦，茉莉花也是我们花坛很重要的一个这个产业哦。欢迎咱的乡亲有缘来家拜观世音菩萨，来家吃咱的龙山品，欣赏咱花坛在地好的风景。无人机啊，小白用无人机。火山岩赞，观世音菩萨赞，赞赞赞哈！中华管电路赞赞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因为昨天讲了，昨天讲。哦，那现在人都不去动它，等它全部浮起来之后，我们再油在那个火再开大，哦，然后把它油逼出来，哦，几分钟就 OK 了。